10月12日，鲁能泰山队在基地正常训练。为了帮助球员们调整状态，鲁能将在13日与中甲球队呼和浩特队进行一场热身赛。这场比赛，李霄鹏应该会给更多本土球员登场机会。本次间歇期，鲁能给队员们放了4天假，全队10月10日重新集中训练。由于国字号征调了8人，加上队内的伤病情况，鲁能的训练人员并不齐整。10月12日，鲁能依然是一线队和预备队一起训练。之前因伤缺席两场比赛的佩莱还在进行恢复训练，争取早日康复。对于鲁能来说，佩莱的作用很关键，他是鲁能进攻端的支点。在佩莱缺阵的比赛里，李霄鹏甚至只让塔尔德利一位外援前锋首发，格雷斯距离主力位置还有差距。即便是佩莱复出后，未来的联赛李霄鹏也会保护性的使用佩莱，毕竟更关键的比赛是足协杯决赛对阵国安，届时佩莱和塔尔德利的组合是鲁能的进攻关键。按照球队安排，10月13日鲁能将在基地与来访的呼和浩特队进行热身赛。之前两年，鲁能曾两次在热身赛里击败呼和浩特，比分是5-1和4-0，优势明显。如今呼和浩特队在中甲排名第13位，积分13分，领先倒数第二5分，保级形势明朗。本场热身赛，鲁能应该会安排更多本土球员登场，李霄鹏要考察更多球员的状态。间歇期后，鲁能在联赛里的压力不大，针对6名球员被征调和队内的伤病情况，李霄鹏会给更多球员机会。在展望与国安的足协杯决赛时，李霄鹏就曾表示，届时谁能站在足协杯决赛的赛场上还是未知数，所以必须要做更多的准备。如今鲁能的阵容就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在不用安排 U23 球员登场的情况下，李霄鹏要找到更理想的人员配置，争取可以在足协杯决赛上有更好的发挥。